大家好，在开始节目之前呢，提提大家，你按了订阅这个掣未呢？好多人都问我，宝善老师，我怎样可以知道你 update 了啲片未啊？其实只要你按了订阅这个掣呢，以后有最新的片上呢，你就会睇到㗎啦。咁记得去按订阅喎，呢个系完全免费㗎，大家快啲去按啦。百年奇特几张纸，千古英雄一教尘，唯有秉言周孔教，至今仁义真生闻，千古风尘。大家好，又嚟到今集嘅千古风尘啦。宝善老师你好。系 Victor 你好。咁老師今日就話我哋嘅題目呢就講點燈喎、哦。咁呢個咁有趣嘅題目係點解要點解會講呢啲嘅？因為呢，好多我哋好多人呢去到啲寺廟啊，去到啲無論係佛教、道教，甚至係民間宗教呢，佢都好著重呢個點燈嘅。甚至喺傳統習俗上都係同點燈有關嘅。係咪？舉例我哋香港圍村係咪呢、這個添丁又要點燈，一點咗眼燈咧，就太公分豬肉啦，有丁地啦，認可你啦，係咪？嗯，就係呢個專為男丁而設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啊，即係叫繼後香燈啊嘛，係咪？呢個燈又好重要。咁而喺呢一個宗教入邊咧，佢又有點燈，甚至咧喺呢個外國嘅西方天主教咧，佢唔係點燈，叫點蠟燭。咁其實都係一樣嘅，都係同一樣嘢嚟嘅。好多時就係喺個門口出面就有一排嘅。冇嘅，佢有，佢甚至係去入到教堂入面，佢有唔同嘅神明㗎嘛，天主教。嗯。咁譬如佢有啲神呢係叫做航空主保。主保嘅意思就係嗰一範嘢係咪，你譬如你去搭飛機啦，你就去個神面前呢就點盞蠟燭，點一支蠟燭。係咪，即係唔好話神啦，聖人啦。面前去做呢啲嘢。咁所以呢，今集呢仲同大家分享一下，讲一下呢个点灯有啲咩好处，点解我哋需要点灯。其实係即係灯係咪同火有啲关系，呢、這个火同人类嗰个关系又比较密切，即係譬如话。即係呢个係嗰个意义囉。会唔会同呢样嘢有关呢？第一，人类有咗火之后寿命长咗。嗯，系咪？点解寿命长？因为煮嘢食。另外就系驱赶野兽。嗯，系咪？夜晚嘅带来光明。嗯，咁所以我哋中国其中一个事叫燧人事啊嘛。哦，系。燧人事就系火字边一个隧道嘅燧，燧人事就系管理火种嘅。系啊。以前系点样管理火种？点样有火呢样嘢？以前最古代。就是当行雷的时候劈落啲树度。冇错啦。跟住又有火。佢就保存呢个火种啊嘛，不断去。燒柴啊，保存呢個火種，專係有人管理呢個火種嘅，係嘛？咁而佢引申就係呢個火係個天俾佢噶嘛，係啱唔啱啊？咁係火係咪有神性先？咁啊呢個扯遠咗啦。好啦，講翻呢個點燈有啲咩用咧？點燈咧，其實佢個象徵意義啊，象徵意義背後象徵就係光明啊嘛，光明，去除黑暗啊嘛，嗯，好啦。在佛法入边、佛家入边嚟讲，乜嘢系黑暗啊？黑暗就系、无明啦。系无明就系黑暗啦，无明就系冇智慧，愚痴，唔明白事理，系咪啊？譬如佢做一啲嘢，佢唔信因果嘅，佢做咗啲坏事，短嘅佢对自己嘅影响，长远对周边嘅人嘅影响，甚至对下一生嘅带嚟负面嘅影响，呢啲咪黑暗咯？咪无明咯，咪愚痴咯。好啦，点灯咧就系将佢呢个无明驱散，带嚟智慧。智慧就系点灯，所以点灯系 enlightenment 啊嘛。燃灯就系 enlightenment， 就系启发、开启佢嘅智慧，令佢明白。呢、這个就系点灯一个意义。咁你话喺点灯，点解我哋要喺神前面点一个灯咧？拜神，举例拜神呢，在民间的习俗里面呢，除了装香还要点蜡烛的。是啊。你不点蜡烛的神是不到的。打要是一点点一对，是一对，没错。装香呢就是发 message。嗯。跟他说、我请你来了。嗯。
一个信号。一个信号。但是点蜡烛就是引路，开条路叫佢嚟。嗯哼。俾一条路佢嚟。嗯哼。即是话俾佢听嗰个叫做 GPS 定位。哦，即是叫佢嚟到呢度啦。係啦，嗰个俾一个 GPS 嘅定位佢就点蜡烛。嗯哼。你呢一个装香就是发个 WhatsApp。发个 WeChat 俾佢，叫佢邀请佢嚟，但系佢唔知道你屋企边噶嘛。嗯，下一步就系 share 你个共同位置啦。哦，实时传送就系点蜡烛。嗯嗯嗯。咁、嗯、你请大神啦，就要写表文啦，就系发请柬。哦，系。咁你话请祖先就唔需要啦，请祖先就点蜡烛、装香。嗯呢一、這个就系点灯喺民间信仰入边嘅。但是在宗教或者佛教、道教，讲道教，诸葛亮是不是有点灯？哦，诸葛亮星，是啦，亮星点个七星灯，是啦，即是当他即是就嚟病死，在五丈原，是啦，就嚟病死的时候，咁跟住他就同呢个天求寿，嗯，咁就点一啲灯，跟住咧就要。佢燒咗七日七夜，係啦，咁本來都已經即係都相當順利啊，因為佢已經叫曬所有人一定唔可以入嗰個帳幕。咁佢點燈嗰陣時咧，就即係其實係打緊仗嘅，仲即係第六次嘅北伐，冇錯，上去魏國咁樣啦。咁但係好衰唔衰，就係喺最後嘅關頭，魏延就衝咗入嚟啦，即係蜀國嘅一個大將就衝咗入嚟。司馬懿派啲兵去擾佢啊嘛，即係去騷擾佢。魏延就驚急，點解啊？丞相七日都唔出嚟個形象咧？佢搞乜東東咧？係咪瓜咗咧？又去睇，就整熄咗眼燈。跟住諸葛亮，哎呀，呢、這個契弟。即系天亡我也啦！佢心谂真系真系魏延真系以后反骨啊嘛！一早话佢啊嘛，呢个契弟嚟噶嘛吓，咁、啊、所以咧，不过冇得讲嘅呢啲天意只系派一个人嚟到姻缘唔和合系啦，姻缘唔和合系啦，咁啊呢一个七星灯咧系古代嘅北斗信仰，嗯，喺道教入边咧。有念呢個北斗經哦，係啊，咁我哋阿長青道長又好好啊，長青道長咧，佢就希望人好咧，佢就專登咧就用白話，用廣東話，就由頭到尾念咗一篇北斗經，等大家去網友可以去學，聽我哋呢個 YouTube 破紅夢就揾到噶啦。嗯吓咁啊，即系广东话，广东话嘅，因为喺网上面所有嘅经文冇广东话，都系啲北佬嘢，都系啲北方话，唔系我哋广东人讲府话。我哋要推广讲府话，吓、就将佢用翻广东话去念一次。咁、我哋就要请翻个道教高人嚟念啊嘛，呢啲系道教经嘅，请道教高人念啊。咁咧，佢原来有个咁嘅。佢道家入面，因為北斗經入面有一個秘密，就係話喺你生日嗰一日，或者呢個天神下降嘅日子，你係屬於邊粒星嘅？佢北斗七星，就念翻自己嗰粒星嘅名號。你係巨門星，你就念翻巨門星君；你係貪狼星，你就念翻貪狼星君。拜北斗咧，就有消災祈福嘅作用嘅。是一个很妙的一样东西，这个道教的就拜北斗。这个拜星这个信仰呢，中国人是专科的，中国人是最厉害的，在全世界那个民族没有人厉害得过中国人的。你那个佛教印度有星文，有十二宫啊那些。是这个波斯占星亦都有，但系实际上喺点样嘅，大家去到最后巅峰嘅时候，其实就系经过呢个丝绸之路，大家互相抄袭、互相学习嘅。譬如七正四余就系我哋中国嘅天文学嚟嘅，七正就系我哋中国嘢嚟嘅，四余咧就系印度嘢嚟嘅。
可唔可以再解釋少少？就係、是、七正係乜嘢？七正就金木水火土日月嘅七正嚇。呢、哦這個四月咩羅喉啊、月撥啊嗰啲星就係、是、四餘星。呢啲咧就係、是、天文學、古天文學。嗯。呢、這個中國佢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套完整嘅天文學，喺漢代之前已經有噶啦。呢、這個就喺第十一集《破紅夢》咧，我就講得好清楚啦。讲嗰个汉朝嘅墓室啊，同埋讲呢个仰韶文化嗰啲，以前咧由新石器时代已经有观察天文现象。嗯，举例，我哋中国人叻到点样咧？个象形文字个日字系日字中间有一点，嗯，呢、這个就系日啦，象形文字圆圈中间一点，呢、這个就系日字。咁、嗯、我哋而家就咁写个日字都系噶，一个。长方形入面打滑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观察到个太阳中间有粒太阳黑子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用现代科技天文望远镜才看到的嘛，太阳入面有粒太阳黑子嘛。其实应该都看到的，即不是，当然不是用眼就这样看，没错，只是盲的。是以前都应该有些方法呢，是就是将个倒影太阳倒影落个水盘落嘛，是啦，或者但是象形文字是上古嘢嚟㗎嘛。嗯嗯嗯，你明白吗？象形文字是上古嘢嚟㗎喎。如果在某些时候，即我不知道多少千年、即因为那些太阳黑子都有活动的。是。一个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黑子在个在我们是我们面向那面的话呢、就这样倒影都有机会看到。即不过这个当然就是要很细心的观察。没错。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人呢一定是有些神通。嗯嗯。佢唔係就係咁普通我哋嗰個肉眼可以睇得到，佢一定係點解佢有十二經脈、奇經八脈？點解佢可以感通天地山河萬象？即係譬如伏羲畫八卦，係佢坐喺度嘅時候，佢除咗觀察，佢一定係個宇宙同自己嘅身心產生一個共振，互相嘅交感，佢先可以出到呢啲嘢。嗯。佢唔係單純嘅科學觀察，佢單純嘅科學觀察，佢就係物，佢就行嘅就係行呢個物理㗎喇。但係中國佢嗰個科學佢唔係純物理㗎喎，佢係同身心嘅結合出嚟嘅。呢下先至巴閉。所以點燈，佢唔係純粹物理現象嘅點一盞燈，佢可以同你個心靈產生一個互相嘅交感。現代學語叫互相共振，古話就叫交感，有一個交感，互相的交感，你點了一盞燈可以引發你身體入面的元神跟它交感的，就好像諸葛亮那樣，怎會點盞七星燈可以延壽呢？最少就是、在諸葛亮的時代就是燈和那個星是有一個，沒錯，有一個好了。跟住諸葛亮瓜了之後，諸葛亮瓜了，唔係佢臨瓜之前教阿姜維咯，嗯嗯，要整粒嗰粒象星唔好跌落嚟，唔好跌落嚟，因為阿司馬懿識睇啊嘛。嗯，如果嗰粒象星一冧咗檔咧，司馬懿就知道佢瓜啦，即刻知道諸葛亮瓜咗，就即刻可能大軍。冇錯，佢就教佢搭咗個陣，點樣喺佢個屍下邊點樣放盞燈，點樣罩住，令到佢象星不墮。嗯哼，就瞒天过海，系啦，呢个就系星啦、人啦同埋灯，冇错，三个互相嘅交感啦，冇错。所以呢一个点灯嘅背后好大秘密。嗯，所以点解我会帮人点元神灯咧？嗯，呢个元神灯就系源自中国嗰套嘅。嗱，我透露少少，因为呢个系秘密嚟嘅。嗯哼，好多人问我啊，老师，你嗰个元神灯系点样点嘅？可唔可以睇下嗰盏灯咧？唔睇得嘅，唔睇得嘅。呢啲唔系好似喺嗰啲宫庙度咁样挂个灯笼，咁样挂个牌就叫元神啦。唔系，佢系秘密嚟嘅，佢涉及到嗰个人嗰、那个魂魄嘅。哦，你系要个魂魄光彩啊嘛？你系要帮嗰个人？点解嗰个人一点元神灯，佢去澳门中咗20000几银？
上午點夜晚走去旅行，因為佢同個太太去，即係玩嘅啫，純粹係。嗯嗯嘿，無啦啦中咗20000幾啊！中嗰個老虎機 jackpot， 亂咁嗰啲亂咁嚟嘅啫嘛，即係純粹老虎機講運數嘅。佢中咗20000幾啊！有啲人咧有病嗰啲，咦？點解好得咁快嘅咧？以前病咗五六年、六七年、十幾年，都係前前面面嘅。永遠留個根喺度去唔到嘅，咦？點解點咗燈之後，個人成個精神爽利，好咗好多？咁個燈同個人係如何去到交感咧？即係譬如如果我唔係即係做修練嘅，我唔係好似諸葛亮咁，個燈同我只係話我要點個燈咁樣，咁佢點解同我有關係到咧？第一，點燈要落資料噶嘛？那個人的姓名、出生年月日，有時間就最好啦。屋企地址，呢三樣嘢就係代表咗呢個人嘅。好啦，代表咗呢個人嘅時候，你就要同佢禱告上天嘅，要禱祝上天嘅。哦。咁跟住天人加上嗰個施法者，即係幫佢去禱祝呢個人。令到佢本身嘅本命元神，每個人天上都有一粒星。嗯，你每呢、這個人嗰粒星光，你個人有光；呢粒星暗，個人嘅運滯。其實最緊要係由呢一盞燈去添油嘅時候，呢盞燈係咪光啊？嗯，你天上粒星就光。嗯，呢啲哇，呢粒星唔知道存唔存在嘅喎，有時可能係。几多萬光年之外，嗰粒星爆炸，跟住有光噶嘛？你唔好理，就系呢一盏嘢会影响你。唔好用纯物质嗰个角度去睇。如果你用从物质嗰个角度去睇，而家个科学啊，你而家嘅你读理科出身啦。这个古典嘅物理学，佢系测不准。呢、这、一個 量子力学嘅世界噶嘛，啱唔啱先？系咪就系咁嘅道理啦？量子力学系随观察者而至噶嘛，系佢会随住嗰个观察者而产生变动，咁佢就冇所有嘅绝对啦。嗯，啱唔啱啊？只有一个机率，佢只有一个机率啫嘛。咁而再加上。相呢、這個量子力学嘅世界，甚至佢會有一樣嘢叫量子糾纏，係嘛？只要同你產生接觸，跟住佢就會永遠有影響。係係係，即係有兩個粒子，就算可能係佢曾經相遇過千百萬光年，係啦，冇錯。以外，一個粒子有一個變化，另外一個粒子係即時都要有變化。冇錯，係啦，呢個叫量子糾纏理論。嗯哼，好啦，你。在那个时空里面出世，这个八字就是计时间的空间风水，再加上当时的天星的运行，你是不是跟这一刹那那一刹那的所有东西产生了量子纠缠？你明白吗？我现在不是要改变你，我改变那个可不可以改变你啊？改变那个就改变另一个。没错啦。好啦，当我改变你，你说我不改变那个，我自己做好人积德修行，他会不会改变？应该他又会改变。如果根据这个没错的理论。没错。是互相的。嗯。所以很多人他不明白宗教那些道理。宗教他只是解释这个宇宙的其中一个理论嚟嘅啫，咁你话佛教如释道三噶，就是、三种唔同嘅理论解释紧同一样嘢。咁你话科学，如果佛陀啲人成日话咩？佛陀嚟到现代，佢一定系一个科学家，佢绝对唔系一个宗教家。嗯哼，佛陀嚟到现代，耶稣嚟到现代，佢都一个应该系一个科学家。点解咁讲咧？他会用现代的这一套东西去解释这个宇宙发生什么事给你听。
但是他绝对不会走纯唯物路线。走纯唯物路线的时候一定行入死胡同的。嗯、人不是纯唯物的嘛。是人是身心产生变化的嘛。西方医学为什么会走入死胡同呢？就是纯唯物。嗯、所以西方医学它不能够彻底医到病。绝对医到病是绝对不得的。因为它走的是纯唯物路线。嗯、而分科分得太细会导致这样东西顾得个头来就顾不到个计。是不是好了，咁刚刚讲完道教，佛教呢？佛教亦都一样。佛教有所谓即是五供啦，花香灯水果。是啦，都是其中一种。咁其实即是在五样东西里面有没有说哪样东西是、嗯、即特别即是专长于哪一样东西，或者有没有说哪一样东西是高的？供灯是最高的。如果是讲那个功德或者怎样，那个高的意思不是说、高低大小，而是殊胜，我们叫做好殊胜的。供水供灯都是好殊胜、嗯、供水你烧众生那个饥渴之苦、嗯、供灯烧这个世间的黑暗之苦。黑暗苦不苦？苦啊、嗯、是不是？你盲眼的人或者你看不到这个光明是很苦的，那种恐惧。尤其是佛教讲的黑暗啦，就是首先老师所讲的无明。无明就是会令人好像一个盲的人行进去一个悬崖，跟住跌落去，但是你不知道。是啦，冇错。你仲以为自己啊冇乜嘢啊，康庄大道，但是你到那个位置就会砰一声跌咗去。而黑暗的极点叫做无间地狱。嗯。无间地狱它是冇光的。嗯。冇光的。你是见不到任何东西的，那一下才痛苦的。好像被人运了去集中营那样，还惨过集中营。你明白吗？讲起集中营。这个不要讲，这里不要讲。我知道你想讲什么。我都不想讲。好了。所以呢这个是很苦。而你在佛法里面你共得你是消除众生心中的黑暗。嗯，佢好大功德，佢好大功德，因为唔系净系喺呢个物质世界有盏灯，佢喺其他维度同埋空间入边，佢都有呢盏灯。嗯，而你唔好记住，可能佢喺呢个物质世界嘅灯系咁啦，佢到其他维度嘅时候，呢盏灯已经系一个太阳。嗯，佢普照咗众生。所以点解供灯要有个祈愿文？喺佛家入边有个点灯祈愿文：稀有光明此灯烛，共现贤劫，共现贤劫千千佛等，无如广大十方景，师尊空行护法众，坛城尽圣中尽奉奉献，父母为首有情众，此生以及各所生，皆能亲见佛净土。你观一切嘅众生，都因为呢盏灯。而得到好大的利益。嗯，观一切的众生，你自己此生以及你生生世世，你都能够见到净土，见到光明，见到佛法。嗯，佢所以呢，佛陀是怎样度众生呢？一个人好像阿周星驰济公那出戏咁啊，黄秋生是不是九世啊？一个九世恶人，一个九世妓女，一个九世乞衣啊嘛。嗯、黄秋生就是九世乞衣啊，大种啊嘛。嗯、好啦，喺佛陀年代亦都有呢啲人，有个百世乞衣，要做一百世嘅乞衣。嗯，点帮佢？唔系俾银子佢，而系教佢布施。佢一布施，乞衣呢个姻缘就冇咗啦。乞衣找什么布施呢？是啦，找什么布施呢？一滴水都是布施。拿个烂钵啊，拿个烂钵啊，或者拿嚿石头找另外一个凿个窿啊，放滴水啊，供在个佛前。或者这滴水给个穷人喝，给个残疾的人喝，他都消百世的苦。嗯，你说
你而燈令到人光明，燒白世的盲眼，甚至開智慧。所以道教、佛教，佢都好著重點燈。甚至民間信仰又著重點燈。所以呢個燈，佢背後係有好多心意同埋秘密。所以我哋咧點解今集專係揾一集時間嚇、我哋千古風塵嚟講呢個點燈咧，就是、因為佢有好多嘅好處。咁啊，仲有好多嘅秘密，相信我哋之後有機會可以再詳細去到講下呢啲嘅秘密啦。冇錯，今集嘅千古風塵嚟到呢度先。好，拜拜。